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呢，我就去买咗呢个 Marvel 嘅传奇再起嘅卡牌游戏啊！咁啊，之前呢都有同啲 friend 玩嘅，基本上系啲 friend 引我入坑嘅。咁跟住然之后咧，就我发觉都几有趣，又可以单机玩，即系一个人自打搏 game。咁啊，所以想试下睇下我一个人可唔可以挑机成功啊！咁啊，今日呢，就因为比较。點講啊？自己去 host game 嘅時候呢，就可能有機會好多嘢都做錯。咁所以如果我真係之後玩錯呢，即係知嘅人呢，話翻俾我聽係錯啊，等我可以更正一下。咁依家我呢，就係先用呢、這個機 deck，我冇變過嘅40張。咁啊，都係用Peter Parker 做我嘅角色先。咁跟住然之後呢，就係打應該叫最易啦，西牛人。咁就係咯，咁啊可以試一試啦。咁首先呢，就處理咗佢嗰個主線密謀個情況先。咁啊，主線密謀就係設定咗嗰個劇本嘅配置啦。咁我就已經設定咗喺度噶啦，都細咗啦。咁啊，進入呢個1B 啦。咁1B 起始呢，就係零嘅。咁零呢，就七去到七嘅。呢、這個叫做威脅呢，就係我輸噶啦。咁好，咁我而家做 Peter Parker，咁就係手牌6張。個放喺呢度，呢、這個就做主線密謀嘅計分啦。好，咁啊嚟啦！我谂基本玩法呢，就我唔多讲啦，因为我都惊我自己讲错。咁可能去翻官方网或者其他一啲比较出名啲嘅board game 铺头嘅官网，我谂都有嘅。咁好啦，咁我而家就出招啦。首先呢，我就想用呢个系 jam 一个资源先。咁就再掉多一張資源，就係、是、黑貓強制回應，就係喺 deck 面呢，棄2張牌，deck 面棄2張牌，OK。每有一個呢個科技就加手，咁我加2張加手啦。咁跟住然之後呢，我就用變啦，蜘蛛咁我就用呢個啦，咁就係掉2個點。三個啦，就用呢個飛艇，咁就打佢8點傷害，剩翻六，OK，咁跟住呢，就係用呢一張，又擺一張升級喺度。好，跟住然之後黑貓攻擊，扣個一，蜘蛛再打佢，OK，扣多佢二，好，咁我而家得翻三啦，咁我就呢個回合結束，回合結束之後呢，就係留翻直佢啦，咁跟住然之後就 draw 手牌上限啦跟住呢。主线密谋加一，跟住呢，就系、是、反派攻击我啦。反派攻击呢，依家就2點攻击力，咁就我就唔挡噶啦。二加三，3點伤害，咁就食啦。一二三，OK，跟住就遭遇。遭遇展示时，你受到困惑，
困惑。咁咧就係、是，如果我要化解的話咧，就變咗無效一次啦。好，咁跟住咧就繼續到我個回合啦。咁我咧就我先。好，咁我唔使諗啦，再踢多佢一腳。好咧，睇先。咁啊唔抵喎。啊唔係，打咗先，打佢下。扣一，跟住就再打多佢一下，就扣二。咁跟住咧，佢第一階段係死咗啦。咁死咗之後咧，就去第二階段啦。第二階段咧，展示時喺遭遇牌入邊揾破壞與劫掠嘅支線密謀，並將其展示。OK， 咁揾出嚟啦。係呢個破壞與劫掠。OK。咁呢個咧就係支線密謀啦。咁啊，佢本身咧就起始有兩點嘅。咁咧就會係派遭遇牌嘅時候會派多一張俾我啦。咁依家就額外加多一點威脅。咁所以咧，總共咧就會有三點威脅啦。好，咁依家佢反派咧去到第二階段咧就係十五。十五血 ，OK， 十五血。不過其實我頭先都做錯，佢打我嘅時候我係助人，我冇助到，咁啊唔緊要啦。咁啊，再嚟飛踢，飛踢咧就要掉三個，咁一夜就扣咗佢八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七八 ，OK， 好，咁我呢鋪就完啦，咁又留翻值啦，就捉到佢手牌上限啦 ，OK， 好，跟住主線加一點，跟住啦，西亞人攻擊我，佢係三點，咁咧我就會揾黑貓擋嘅，揾佢擋嘅，咁啊三點加零，殺咗點，咁黑貓死咗啦，咁跟住啦，遭遇第一張遭遇。就係呢、這個 ，OK， 附加喺佢身上啦。咁當西亞人攻擊嘅時候咧，會得到貫穿嘅。咁但係攻擊結束之後咧，就會棄掉呢一張衝鋒。但呢一刻佢就已經加咗三攻擊力，即係下一次咧，佢就會有六攻擊力噶啦。咁跟住咧，第二張遭遇，第二張遭遇係猛衝。哇！大鑊，佢就即刻攻擊我啦，因為我係英雄，佢要攻擊我啦。咁咧，今次咧我就會擋嘅六點，再加係加兩點，即係八減翻三防御，即係扣咗我五，咁啊得翻兩格血 ，OK， 得翻兩格血，但係呢一張就會拆咗啦 ，OK 啦，有啲難度喎，好似
佢攻擊我嘅時候，我係坐日嘅。佢呢個係，咦？佢唔止一次添啊！我坐，佢打咗兩次，所以我坐二啊。OK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就到我啦。我咧就會出呢一張頑強，咁就係用兩個 course 啦。咁跟住咧就掉一個力量嘅資源，留翻直佢。之後咧就係、是、重拳，用兩個資源減佢三點傷害。咁跟住咧就係、是、變翻人先，變翻人之後就治療三點一二三，我五格血。好，咁就好呢一彎完啦，扭直，做翻牌。OK， 嗯哼。好，咁咧加咗主線先，咁就係、是、好，因為我係人啦，咁所以咧反派就會密謀嘅，但係佢困惑咗，所以佢咧就今次就冇啦。咁然之後咧就到遭遇，遭遇第一張，哇！屌又嚟嘅，哎，又係頭先嗰張，下一次就做六攻擊力。好，第二張。哇，好癲啊！咁啊，展示時就會將一個勁敵放喺我牆上面，與我交戰。勁敵秃鹰，咁咧秃鹰就會喺呢度啦，咁就會同我打嘅。咁然之後咧，之前密謀呢一、這個，之前密謀。每名玩家都要將隨機一張手牌面向下朝，就放喺呢個後面呢張啦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佢就係一個玩家有三，咁所以咧佢就依家有三點威脅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嗰啲勁敵嘅其他呢啲咧就會曬入去啦。Oh my god！呢個棄掉呢張卡。OK， 好，咁啊，繼續啦。咁咧，我依家就要，OK， 咁我就要用四個資源。咪住，未做呢樣嘢住，返返去先，做返蜘蛛人。跟住呢，就係、是、棄咗，唔係棄咗，用四個資源，就係、是、用呢一張蜘蛛前身，咁就附加落一個敵人嗰度。敵人，敵人反派算唔算敵人呢？等我睇下先。敵人，哎呀，先敵人，
哦，指从者或者反派，反派都系嘅。OK，咁咧附加咗佢之后咧，就如果攻击嘅时候咧，就要变咗系要弃掉呢张牌啦。咁我附加咗佢啦。OK，咁跟住咧就系、呢、这个仲有个加速，加速，咁即系下一转咧就会系主持默默就会加二噶啦，咁啊，咁我就要化一化先，化，咁咧我依家就因为我呢个化解加咗一，即系我依家二，咁我化呢一张啦。OK，原来系一，好啦，跟住呢铺完啦，跟住做下一、二、三、四，OK，好啦，嚟啦，咁啊，反派攻击啦。反派攻擊呢，就係、改為棄掉，咁呢張都應該拆噶啦，因為佢攻擊啊嘛，攻擊時改為棄掉，咁攻擊結束時就會丟棄，咁呢一張呢，就會再激暈埋個敵人，激暈，我了解咗先。冇咁快黐咗，咁跟住然之後咧，就到佢啦，秃鹰啦，秃鹰打我，瞬击啊，他进行攻击，瞬击又系咩意思咧？瞬击，六。瞬击，系咪就系嗰个意思啊？即系只不过系就咁。會打我係呢個意思啊？定係咩呢？中段喺、常見關鍵字，OK，fine，關鍵字即係始從者與李英雄交戰時，他會再進行攻擊啊？定係始從者與李英雄交戰時，他進行攻即係齋打啫嘛？OK。咁啊，頭先佢攻擊咗，發動攻擊時，咁我可以作一，OK，咁就佢攻擊我嘅時候呢，我就掉呢張啦，後空翻，咁我就擋晒啦。跟住遭遇。遭遇一張反派攻擊我，因為佢激暈咗，所以呢就冇啦。好，第二張俯身重陷，展示時激暈你的英雄，如果秃鹰在場嘅時候就可以獲得勇動。咁我呢就會係掉一個資源啦，就用呢個強化蜘蛛感應。咁啊，取消咗佢戰士效果啦。OK，哇，有啲困難喎，佢得翻兩格血，佢得翻兩格血，但係都咁難嘅，點解會咁樣？咦，我再唔化解，我輸咯喎。
好，咁我化解先。化解我又唔可以變做人中端。OK，咁我掉呢張啦，就擺支援卡梅嬸喺度啦。OK，咁完啦，扭直線，左排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咁就主線啦，加二，跟住啦，西游人攻擊我。攻擊我呢，就係、是、我係會用睇下先，一唔係三加二即係五，咁我就會用口空翻當咗佢啦。好，咁跟住呢，就到秃鷹打我三三。就唯有食啦。OK，好，跟住啦，捉鱼。一反派同每个交战嘅从者同我打，哇，黐孖筋！哇，輸眼喎，咁樣輸咗咯喎，直情係，係嘛？三，擋，三，哦，冇嘞，咁就輸啦。即係呢只。game 呢，其實就好似一個人玩呢，我覺得幾滴血咁就打死佢啦，好似好易咁，但其實輸都係相當之容易，所以個平衡度都唔錯嘅。咁但係如果講機 dev 嘅話呢，就其實都 OK 嘅，不過我諗可以有更加強嘅卡去支援會好啲。不過我諗係因為我用得唔係咁好啦，咁啊可以再熟習啲之後再打多次啦，咁啊，今日系纯粹系测试一下，即系自己玩呢只 game 嘅时候，顺唔顺畅啦，同埋睇下，即系都帮帮手睇下到底我玩得啱唔啱，因为我想玩得啱之后，我先至再正式去挑机咁样咯，咁就系啦，咁啊，今日嚟到呢度先啦，咁啊，之后再拍，啊，多谢大家收睇。